谁的人？哎，大声说出来你支持谁？这个时代不可以没有周三。带出去，你以后只能在这样的场合可以这样啊，你在别的场合这样，别人会以为你是黑粉的。我们可以包容你哦。你在干嘛？我不知道，就我就被我被他带嗨了。周深呀，我今天看到他们你的那个拉的那个，明显说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周深，我笑死了。求求了，你念出来更感慨。他说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周深。哪儿啊？就他那个横幅。我看到一个戴墨镜的，然后一个特别大的头。西南王子，这不是亲耳听见自己的应援口号的 reaction。周深为迪士尼新电影《心愿》演唱的《许愿之歌》M Star 已全网上线，作为一首特别的群像歌曲，它包含有近20个动植物角色的欢乐合唱，层次丰富，妙趣横生。富有故事感和氛围感，周深以其多变声线挑战艺人分饰多角，先后演绎了熊大叔、鼠女郎、兔小弟、说唱乌龟、逗趣蘑菇等所有角色声线。在周深游刃有余的生动演绎下，每个角色都特色鲜明又活灵活现，而作为影片核心要素之一的许愿星的形象也在歌声中愈发灵动鲜活。你说这帅不帅？我反正见怪不怪。我全都是这宇宙的一粒尘土，只好让新鲜颤抖，于是生命从此被我们占有。明媚的光线的静谧里，洋气宝宝冒出一群又一群。嘿，好像你现在还有点不太适应啊。所以我们都是星辰，太棒了，加油。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难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的。这首歌的旋律充满了浓郁的个人风格，既有古典音乐的优雅，又有现代音乐的活力。在歌曲中，周深运用了大量的装饰音和花腔，这些高难度的技巧让这首歌的演唱难度直线上升，难怪周深说这是一首迄今为止史上最难唱的一首歌。不过他可是周深啊，歌曲很好听，仿佛一出音乐剧，欢快而有故事。对呀，我也算是透露一下我那首歌里面那个中心思想，它就是 Your Star。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要小瞧自己，我们自己身上有很多很多的魅力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我们每个人也都是永远发光的那一颗星星。 You are star， 加油，来看电影吧。人生就像一幅画，身体日月的魔法，你的答案就藏在我们脚下，会找到存在的证明。假如有人欺骗了你，只要抬头望向那里，不用跋涉到天涯，我们明白你的想法，因为答案就埋藏在你脚下。歌曲一经上线就引起一波网络轰动，本来还在敢爱敢恨里面出不来，听了 M Star 直接精神分裂了。这首央视六公主都在期待的歌曲上线后迅速引爆网络，周深心愿新歌一人唱 N 绝，周深新歌比打了崩吧还难唱，周深新歌有一群周深在唱歌，能超越周深的是 N 个周深等词条纷纷冲上热搜。迪士尼电影和环球音乐集团官微更是认证，一键切换嗓音，一人承包十几种音色，能超越周深的是 N 个周深。而这首歌的音乐制作人安栋也发文说，全部的人物角色演唱、对白、说唱、合唱均由周深本人完成，且并没有使用任何后期的音频特殊技术处理为自然录音。如此快节奏的歌词和旋律，十几二十多种音色全是周深一人的自然录音，不知道说周深太牛好，还是说周深真的不是人好了。难怪首映礼上周深说不是人唱的，真的不是人唱的，网友更是表示跟唱不了一点。除了音色外，音乐跨度大，而且咬字真的太快了，嘴皮子都搓出火了，根本咬不清楚，吐不过来。更有网友评论，他是在搞什么非人类的冲关吗？听了这首歌只想发一堆乱码表示自己脑袋的想法。
就问一句，谁家好 vocal 唱歌像搞算法一样啊？谁家好 vocal 一个人无痕分裂演完整张 cast 表啊？周深的心愿主题曲确实展现了他超高的音乐才华和演唱技巧，虽然这首歌的难度较大，但正是这种挑战性使得我们更加欣赏他的才华和音乐魅力。总监安顿老师，我们的音乐统筹 BGM 杨磊老师，大声点哦！键盘老师达日丹老师，好，我们的吉他老师张楚贤老师，好，我们的另外一位吉他老师高健老师，我们的鼓手老师徐元甲老师，好，我们的贝斯老师宣一恒老师。好，我们的合成器键盘老师高玉哲老师，我们的和声老师刘俊格老师，格瑞老师，魔雪老师，我们乐队助理杨舒涵老师，以及我们 PA 老师邵勇老师和王虎老师，我们 monitor 老师刘本阔老师魏文博老师。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感谢在这在场的每一个你们，那我们来合照吧。老规矩，注意安全，不要往前挤，让我们中间左边右边都来一个好不好？来，也邀请我们的乐队老师们一起，是可以的吗？